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恒的机智主妇生活频道。昨天呢，就是从医院回来，茂盛医院。我在茂盛医院做试管已经进入到第六年了，哇！但一年就是你知道，小学生要毕业了。我希望我也可以在就是七年级的时候毕业。好，那今天啊，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我的一些试管的一些心路历程。为什么录这个影片？因为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取卵了。我从38岁开始做试管到现在，那之前的一些经历我都有写在部落格，写在文字。那我是去年上个月开始开频道，所以我想要在这个频道呢，也为自己就是做一个记录。也跟一些频道的观众分享，就是我这六年来试管疗程的一些心路历程。其实我这六年来啊，真正植入的是四次，我认为不算多，但是我取卵手术总共进行了应该是31还是32次，非常多。31、32次意思就是31、32次的全身麻醉，然后进入手术室。为什么我会这么？等一下，我必须先吃药。我们一边吃药一边聊。好，这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疗程记录单。试管疗程是这样，就是你要在生理期第二天或第三天回到医院，然后医生会照超音波，根据你的一些滤泡生长的状况，然后来帮你开疗程。然后这张是我的疗程，这是我的疗程记录单。我的疗程就是从今天开始，生理期第三天，然后每天早上要打一个针，晚上也要再打一个针，然后有一个口服的药。所以我现在就一面来吃药一面来打针，跟大家聊聊我吃的那个平常就是不间断的吃的有这三个是羊卵的保健品，这个是 Q10， 然后这个是 DHEA， 这个是 D3， 然后我先赶快刚刚早餐后先把它吃下去。这三个是保健品，保健品能吃。今天开始我要吃这个蓝色的小药丸，小到没办法用王美手。蓝色小药丸，它是叫做普维拉，它是防止就是好软的，因为我们在取卵的过程中要等到它能够透过这些排卵药物刺激它长大，然后不能让它先在手术前就跑掉，所以就会吃这个，这很重要，一定要吃。好，接着我要来打针了。好，其实打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融入日常。我对打针真的不害怕，所以打针呢对我来说是一件轻松的事。但第一次自己要打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啦。这个是药物的注射笔，盒子里面就会有很多针头可以让预备用。这一支的单位是450，就是 0.75ml。我每天早上要打225的单位，所以就是可以打两，这个这一支笔我可以打两天的早上。那我就来装我的注射。我都觉得装这个笔啊很像在填充子弹。首先这个是目前是0，所以我要把它转到225。我的单位数就是等于把药剂抽到225吧。我刚转到225了嘛，所以它药水就会帮我抽了225。抽了225。然后我现在就要消毒酒精。消毒这个地方，消毒这个地方，我们要插针头的地方，然后就会取一个针头，然后这样子，然后就把它装上去。子弹填充完成，填充完成。好，这样子，这就是我等一下要打的，其实蛮细的啦，不太痛。OK， 那我们现在打针，早上的225的。9月21号早上要打的，其实现在已经快中午了。打完了就一样，就是倒回来，然后换一个方向就拆掉了。都要冰在冰箱，那这个用掉的就是废气啦。
我先把它拿去冰箱一下，马上把它冰。晚上还有一个针要打，现在要打晚上的针，就要自己就像护士这样自己调药，就没有像早上那支笔把针头转上去就好。这个酒精消毒一下，用这个，然后这有蓝蓝点点，这样就可以了。抽70的水，好，都抽到空气了，抽到空气就弹一弹，像护士这样，好，把空气打出来。不到70水，我就要继续抽。还差10哎，啊，还差10。那我就把70的水打进去这个本里面，要慢慢打，不然它都会起泡泡。可是我会把它倒着，让它不要起那么多泡，然后就摇一摇，温和摇一摇，再把它抽出来，让护士小姐再抽药，再来就加入到第二支里面，因为我要两个份，70就是两个份。然后抽起来就要准备打肚子，肚脐下三指的位置，大概这边消毒一下。哦，准备下针，这个地方看起来没有血管，深呼吸，一鼓作气。完成，耶、yeah, ！没有流血，没有淤青 ，OK。晚上的打完了。我昨天从医院回来，这是我目前的一些报告跟数据。9月9号，九月初的时候有一次取卵，总共取了3颗卵子。我那时候照基础滤泡是有4颗，经过打针刺激排卵，就是让它成长。促进它生长的时候是有3颗成熟，所以我们取了3颗。经过显微受精，有2个是有成功受精，它有分裂，里面有2个细胞，所以目前它是动起来。有1个没有受精成功，所以它就准备丢弃。截至目前为止，我总共是已经有了8颗。这个是我目前在冷冻的所有胚胎的一些数据。我在2021年12月29号的时候有1个养到 day 5欸，第5天等级很好 ，BHAB 的。囊胚，但是我们做 PGS 的时候呢，它是染色体有异常。染色体异常的情况下，就是只硬植进去之后，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疾病产生，所以这样子的胚胎就是不能使用。2021年其实那时候有一段还不错的成绩，就是都可以养到第5天。那时候还有1颗，那它也通过 PGS， 所以我们大概在2年前有植入。那一颗植入的话有 85% 会成功，可是我就是使那 15% 没有成功。我觉得这就是医学上有时候很难去说，很难去解释，我也不会去问为什么，可能就是神量给我的时间就是还没有到，那我还是继续有信心的去走下去。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的试管疗程这么久，我的情况是我的卵子库存量真的已经很低了，我38岁第一次开始做疗程，然后检查那个 AMH 就是卵子库存数的时候，已经是来到几乎更年期，所以我每一次取卵都很少。我这6年其实只有植入过4次，没有不算多欸。然后第二次有成功，可是它就是也是因为卵子品质不好，所以它自然淘汰了，没有心跳，没有量到心跳。后来就是这么漫长的路程，其实就是在挤卵。因为我每次可能只能取到1-2颗，或是甚至是0颗。但其实我前面不是有一段时间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原本策略是想说，那我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走 PGS， 其实只要1颗就可以，因为会成功就那1颗。但那2次之后，其实我后来就是低潮，就没有办法再养到第5天。林阿医师跟我讨论之后，我们就改变策略，与其这样一直在每一次很沮丧、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好像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改变就是走回挤卵，挤卵就是变成我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我几乎是要
两年才能挤满十颗。也是有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要到十颗？你现在有六颗、八颗，你是不是可以就可以植入了啦？因为真的要成就那一颗啊，为什么要十颗？原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受精卵它是在 day one 的时候就动起来了。我们要植入之前呢，它会从那个液态蛋里面拿出来，开始解冻，再开始培养到让它继续分裂到第三天，至少要是第三天的胚胎才能植入。冷冻的情况再取出来，再到分裂到第三天，它会有耗损。受精卵的母数越多，你能够选择的几率越高啊，所以才会要至少十颗。因为我们高龄的情况下是法令是可以一次植入四颗。那如果可能之前不知道会想说，我已经有四颗了，我就植那四颗啊。可那四颗从冷冻的状态下解冻，它可能就已经会耗损了。你最后然后还要养到第三天，你最后就是哇全军覆没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我的策略才会要收集到十颗。那我现在已经有八颗了，我已经有八颗了，所以我们还有两颗的目标来达成。对，我今天开始打针啊，这个周期昨天去造精取绿泡有两个，就是求生帮助这两颗能够在这些药物的刺激下使用下能够顺利的成长，然后它可以成熟到就是我们可能一周后一两周后的手术能够顺利取到，并且就是能够顺利的受精成功。那这一次就会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挤卵。这过程真的很漫长，我每次都要两年我才能等到一次就是有植入的机会。但是我不会失去盼望的，因为我有神，我有最棒的医疗团队。对，真的很感谢我身边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这六年来然后一直看我的文章，然后这一路上陪我然后帮我打气的很多的亲朋好友，认识我不认识我，或是你们只是透过网络上认识我，我觉得这些都是力量，我有这么多的很棒力量。我没有失去盼望，在这条路上的跟我一样的朋友也不要失去盼望，因为只要你还有月经，因为我前阵子有一段是比较低潮，是几乎快没，那时候真的是有点低潮。最近我这状态就是有点回春，只要还有，你就是有机会就不要去放弃，也不要让这些事情去影响你心理。期待我这一次手术又可以成功取到两颗。今天的影片就是分享给大家我的打针日常，因为这试管已经来到第六年了，这些打针吃药动作几乎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我的机智主妇日常生活。也让对试管不了解的朋友也稍微了解一下，说我们试管到底是怎么进行，怎么去打针，怎么去吃药，其实很简单啦，那针都超细，更没什么，就像蚊子叮到一样。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影片那请帮我按赞分享以及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